太远了，我的剑在弦上，同心协力就能拯救艾泽拉斯。下次再见。 在12000年前，号称雷霆之王的雷神，创立了魔古帝国。他统一了魔古，征服了熊猫人，并建立了数千年的帝国。传说中，雷王有着无比的力量，给自己造了一座宏伟的堡垒。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。 正在思考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年。塞拉摩被摧毁了，还有来自奇伦托内部的背叛。我得到了教训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取得主动权。 就在海边，部落正在寻找适合部队登陆的地方。他们计划打败雷王，但却不是为了保护潘达利亚，而是想夺取他的力量为己用。但这一次，我们快了一步。部落在这一带海岸将一无所获，等雷王被击败时。 熊猫人们会看到，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刻，是联盟的英雄挺身而出。这场战斗必须全力以赴，希望你们已经做好准备，质疑一切。 要是无法控制魔法，则它将反噬其主。你是来帮助联盟的吗？我已经在岛上选了登陆地点了，一块容易防守的高地。很不幸的，赞达拉的食人妖已经占领那里，并建立防御了。 他们用一个强大的灵魂屏障保护他，我们必须先攻下那里，才能把士兵传送进来。勇士，我们需要你率领一次地面攻击，从内部粉碎那个屏障。骑上你的坐骑，去和凡雷莎风行者会合，他正在调度跟你一起进攻的部队。在这上面，勇士。 我想我们找到飞行坐骑不受闪电影响的方法了，但安全起见，还是以散开的队形飞行。我们对于下方墓地和城镇的入侵已经取得成果，魔谷或赞达拉应该都无法进行反攻了。看到中间的塔没有？闪电持续打在上面。 我们怀疑风暴就是从宫殿的中心所产生。雷王的宫殿就在前面，我们必须先抢下一个立足点，才能突击他的堡垒。
汇合点就在前面，我们已经编组了一支精英小队。什么？该死，空中的状况不妙，我们在上面这里不安全。下去，所有人下去。撑住。勇士，你还好吗？他们早就准备好要对付我们，我们的人四散各地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他们来了，准备战斗，兄弟们，把他们丢回海里。还说什么要偷袭呢？你还没见识到赞达拉全部的力量。他们在撤退了，我们必须在他们集结之前继续进攻。跟我来。把他打下来，烧住废墟，让他们死在原地。入口被挡住了，把他打下来。做得好，英雄，我们继续吧。消灭入侵者，屏障绝不能陷落。手脚快一点，这不是普通的赞达拉食人妖。我喜欢你的风格，英雄。消失了，我们成功了。难怪珍娜会推荐你，你让这次的任务反败为胜，还救了我的命。这就是联盟该有的精神，无人能挡。凡雷莎，建好阵地；莫德拉，放置哨位结界；纳拉西，开始传送帐篷和补给品过来。所有人坚守岗位，敌人从四面环绕我们，不能浪费时间。留意你所相信的人。勇士，你表现得比我期望的还更棒。我们在岛上的位置已经安全，这要感谢你的勇气和意志力。我需要再靠近。真正的工作才要开始。此刻联盟最需要你这样的英雄。卑微的人们还不明白我的力量。战神阿丘卡，让他灭绝！
拿这些入侵者杀鸡儆猴，让所有王国都在我面前颤抖，敌人全都会倒下。山木，守好内庭，看见我这杰作的人一个都不能活着。吾皇所愿。攻击已经开始，但我们的强力炸药一直无法运到墙边。趁我集结援军时，收集炸药带到城墙这边来。继续进攻，巴拉达什马拉诺雷，一眼作战。引线已经设置完成，就由你来亲手引爆吧。他们，兄弟们！不要退缩，连一寸都不能做得好。我们可以通过了，大家不要走散，保住我们的优势。这里，赞达拉正在撤退。向前来，见证雷王的礼物吧！我是被选中的，我的血燃烧着他的力量。你们会被惩罚，你们的生命是无用的见证。为了赞达拉！圣光啊，他们对那个东西做了什么事？把门堵住，赞达拉没有守住城墙，他死了。你真是奇伦托的秘密武器。凡雷莎，你受伤了吗？小伤而已，我没事。你得回营地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把伤者聚在一起，我们今天给了敌人一记重创，我们的下一步即将开始。和平不一定能如愿达成。我想出了一个潜入雷王军械库的方法，我们会用你找到那只生物，请影潘帮点小忙。凡雷莎正在等你，勇士。
你救的这只生物不怕保护这座岛的雷电攻击，你驾驭得了它吗？太棒了，等你飞上空中，赞达拉可能会来追杀你。准备好进行空战，有必要的话跳到别的坐骑上。一位隐藏的密探会在矿坑后面跟你碰面，祝好运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需要目标。太远了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的登场风格还真独特，任务凌驾一切琐事，让我们言归正传吧。我们已经来到魔骨战争机器的中心地带，我要先找到目标，永远逃不出隐盘的手。脚步放轻点，我们快到门口了，奴隶主在那里，引开他的注意力，我趁机开锁。太远了，游侠们，守好熔炉，攻破大门，让他再也关不了。普劳德摩尔女士，您可以安全进来了。你们两个人成功了，我就知道影潘会成为好盟友。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普劳德尔摩女士，如此而已。但我们可是一起对雷王造成了重大的打击。
凡雷莎，在魔谷回来之前，把我们能找到的一切都收集起来，别留下任何东西给部落。女士，雷王的武器是不祥的，应该要摧毁他们。哦，我晚点就会，但是知识就是力量，我不会错过研究新事物的机会。谢谢你，陶氏，还要谢谢你，英雄。要守住熔炉并不容易，但想象我们能在这里学到多少东西。嘘，我正在思考。发生什么事？观察四周。英雄，我们正谈到你。这不重要，陶氏的提案太危险了。如果我们要击败雷王，我们必须偷袭船坞，现在正是大胆计划的好时候。时时警惕。勇士，听我说，我们将用你所驯服的那头野兽在夜晚攻击船坞，等进去以后，我们把赞达拉的船弄沉，在混乱中我们前进中庭，从里面把门打开。我喜欢这点子，以智取胜。好吧，陶氏，如果我们这位勇士同意，你们就那样去进行吧。谢谢你，祝宗主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等你准备好跟我说。我看得到六个，不，七个警卫在空中巡逻。其中一个飞得比较高，他独自在水上绕得比较远，他的路线延伸太远了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让我们搞定他，取代他潜入敌阵。走吧。再近一点点。赞达拉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心，看看下面到处都是守卫，而他们的萨满放置了一整批的钢哨图腾，这些烟雾弹能使钢哨图腾失去作用。我们得从船只到上面的门之间清出一条路，我们得步行前往。我们不能在这里绕太久，在我思考下一步计划时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。起身吧，胡胜，守住码头是你的职责，别让任何人穿过皇上的大门。这是雷王的意志，我会完成它。我们没时间了，我们需要上那条船。我们先把船头的工程武器弄坏，然后去下面的船舱找船长。放轻松，靠近，然后解决他们。我们言归正传吧。下一个来碰这些东西的食人妖会倒大霉，我们走吧。
有潜入者。你不会活着离开这里。我原本希望骚动再小一点的，不过能搞定就好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言归正传吧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们言归正传吧。小心别说出别再藏了，小家伙们，你们逃不掉了，除非踏过我的手。踏过你的尸体，我想我们可以做到。游侠们，粉碎铰链，顶着门口。你们的计划成功了，你们两个人达成了一整支军队才能做到的事。我这位伙伴的战绩已经在影潘中成为传说了。没错，我们先让你们回到安全的地方吧。多亏你们，雷王现在受到了全面的攻击。质疑一切，要是无法控制魔法，则他将反噬。等你准备好发动攻击时跟我说。很好，你来了。奥迪尔舍拉，普劳德摩女士，所有人都就定位了，影潘也在里面。不过什么？部落就在中庭的另一头。想也知道，一次解决一个问题，凡雷莎。所有人前进！还有，要是谁看到了埃萨夺日者那个叛徒，把他留给我。塔兰柱。不管你们有多少人联合对付雷王，很快所有人都会跪在他面前。等你祈求饶命时，你就会跪下来。别管部落，一次解决一件事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守门的赞达拉身上。专注攻击赞达拉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先找到目标。这些雕像拥有始皇帝的力量，摧毁他们。古劳德摩尔女士，更多赞达拉从码头过来了，他们想要从侧翼攻击，守住这个位置。陶氏，把门打开。勇士，跟我来，我们必须在你同伴断后的时候向前推进。山布，你又想要创造神了？你什么时候才会学乖？谁需要神了？我们已经有雷王。食人妖，有点用好吗？我仪式都快完成了。赞达拉的援军要来了。亚利亚，我们需要更多治疗。陶氏，掩护后方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苏醒吧，纳拉卡，保护我们挚爱的皇帝。面对我，山布，难道雷王的宫殿里全是懦夫？把你的头带到皇帝面前，他会很满意的，隐潘。我自雷中而生。铁血炭，哇，不，皇上，我刚看到了吗？忘了，世界上没有力量能践踏灵魂的纯净。祝宗主，联盟还有部落，这里的情势快失控了。真是幼稚。头饰，把武器给我。宗主，你的伤势很重。我的武器，勇士，跟我来，我要你看看这个。如果把大法师交出来，我也许还能让你活着离开洛索玛。普劳德摩尔，把我的子民从紫罗兰堡放出来，不然我就亲手把你劈成两半。你的子民是战争中的俘虏，他们从我的城市对达纳苏斯组织了一场进攻。夺日者完全不知道卡尔洛斯对达纳苏斯的攻击行动。够了，今天不会再有人流血了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联盟和部落会不停争斗。报复生侵略，侵略生报复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每一次都是他们破坏和平的可能性。安静，你们必须终结这个轮回。今天一定要打破仇恨的轮回。只要你摄政王，还有你，普劳德摩尔女士，两个人能不再针锋相对，转身离开。游侠们，放下武器。大人，放下。好吧，我们会退开。但他们杀了我的丈夫，这也无法将他带回来。但听好了，血精灵，只要地狱吼担任部落的大酋长，就不可能有和平。这正是我今天要保留实力的原因。女士，阁下，把伤者聚在一起，撤回营地。所有人回营地集合，我们在这里的任务结束了。祝宗主。勇士，这个丁火协议不一定会长久，但别忘记你今天所见的一切。我们必须把你带回森院里。山布弄出的怪物仍然在宫殿前，必须在他在潘达利亚掀起灾难前阻止他。雅利亚，把祝宗主带去安全之处。英雄，风暴龙王纳拉卡要靠你来击败了，你必须带领一小支部队进行。据我今日所见，我对你有信心，能在你身边作战十分荣幸，谢谢你。
和平不一定能如愿达成。纪律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不要向黑暗低头。